近日，陈赫妻子张子萱在微博故事晒出了女儿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安安扎着一个朝天的小辫子，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，很是可爱。安安还把椅子移回原处，手里拿着毛球在逗狗狗玩，十分的乖巧。已经一岁的安安很是活泼，爸爸陈赫也会时不时的晒晒女儿，但小两口也很注重女儿的隐私。安安一直都是以背面出镜，正面出镜时也会细心的用贴纸遮挡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安安真的是太可爱了。